第三式体已知一个 X 分子的质量约为 7.67 乘以10的负23次方公克，则 X 分子的化学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一个分子的质量是 7.67 乘以10的负23次方公克，我们一摩尔有6乘以10的23次方个，所以相乘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一摩尔的质量是 46.02 公克，一摩尔的质量就是其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所以我们看看哪一个化学式的分子量最接近46，就表示它最有可能是这个。我们的选项 A H2O， 我们有两个氢，每个氢是1，我们有一个氧，氧是16，这样加起来我们的分子量是18。我们的 B 是 CO2， 我们有一个碳，碳是12，我们有两个氧，每个氧是16，这样加起来我们的分子量是44。我们选项 C 是 CH4， 我们有一个碳，碳的原子量是12，我们有四个氢，每个氢是1，这样加起来我们的分子量呢是16。我们的猪呢是 NO2， 我们的有一个氮，氮是14，我们有两个氧，每个氧是16，那么这样加起来呢就会等于46。我们发现我们的 NO2 的分子量最接近我们的 46.02， 所以它最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NO2。 因此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则 X 分子的化学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NO2。